这个像不像一朵桃花？真像。这个是不是比今日街上那好看？嗯。你看啊，顺着这个枝叶往下，再多一点流苏，这根簪子，你觉得可好看？好看。可是阿祖，你画这个干什么？画这个？嗯。我想做簪子。我们既然有珠宝，不如就将这些废料珠宝做成簪子。一定会有小女娘喜欢。哦。但是，如今我们只有这些珠宝，珠钗部分，可以用什么来做？哦，木头。木头遇水，则会开裂，木头肯定不行。你等一下吧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老船木。阿紫，你可别小瞧它。这老船木呀，可都是选的上好的硬木。它经过海水浸泡，它绝对不会被泡发或者开裂的。那就用这个试试。嗯。你看，端午，你帮我把这个。啊，花子，你还没睡啊？我听说，曹头从庞从师那里领了贩卖珊瑚珠的任务，事成之后，能让他进商队。啊？嗯。狼主如此精明之人，为何要将这样吃里扒外的狗腿子留在身边？珊瑚珠。多谢阿花子，我倒觉得这珊瑚珠，可能是个好出路。见过魏子宽，见过庞松师。庞松师，打扰了。我听曹都说他在帮你卖珊瑚珠，我可能一试。什么？你想卖珊瑚珠？那可是珊瑚珠，不是废料啊！那要是丢了，可不是一顿鞭子的事儿，那是要了你小丽人的命啊！我的命本来就不值钱，还望庞宗师给个机会让我试试。咱先不论惜命不惜命，这卖东西得先了解。这珊瑚珠你见过吗？庞宗师可是要卖这一批珊瑚珠，这是染色的，是下品，卖不上价格。端午啊，你可是想加入商队？自然是。这加入商队，我说了不算。不算。但曹都可是说，加入商队的事，是庞总是说了算。我什么时候说的？你桑都知道，曹都虽然是立头，不过也是利人。如此说话，罗算术。底仓的猎人们知道了，整个商船怕是不安了。端午，我庞总师，我们经商之人，话既说出口，那便得守信用。魏司快说的是，那就这样，谁先拿到订单，谁就加入商队。谢庞总师，谢魏司快。另外，我将拿出一匣上等的珊瑚珠。进价就要20万钱，售价起码得达到50万钱。
谢南和神庇佑，多谢南和神庇佑，戏女前来还愿。多谢南海神庇佑，赐我转运红山，才能得以良人，圆了好姻缘。多谢南海神庇佑，多谢南海神庇佑。请问，何为转运红山？娘子，我身于恶命，命运多舛，日日来祈求南海神，可能是南海神怜我前尘。让我寻到一颗如此上等的珊瑚珠，我便带着珊瑚珠日日来拜，没想到真的能够时来运转。多谢南海神，不知你这转运红山能不能给我瞧瞧？自然是可以。娘子请瞧。多谢。请问小娘子，这转运红山是从何处购得？哦，无处购得，是我自己磨的，为表一片赤诚。珊瑚珠也是自己磨的，簪子也是自己做的。小娘子当真是用心良苦，不知这珊瑚珠钗能否让与我？我同你一样，仙君拼命克夫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我是卓宝斋东家之女冯五娘，绝对不会亏待了你。见过冯五娘，我是端午，恕我不能将这个给你。本就是图个心安。是五娘唐突了。我有一匣子珊瑚珠，若是你愿意，那我能从你那儿购得吗？海神呀海神，有人红口白牙，无中生有，该当如何？你认得这人？我不认得。海神呐海神，有人谎言张口就来，又当如何？五娘子，你随我先去。哎，端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果真认识？不认识。认识，我们在合浦就认识了，是旧相识。冯五娘，我原……你竟然诓我！不是，冯五娘，我……你最近这是怎么了？这便就是我的生存之道，我一直如此。可无论怎么样，骗人总不是正途啊。长乐君对不住，社会那日我骗了你，我见到崔定了，就在船上。但崔定是自尽的，而非燕子金杀的。崔氏猪场私抓良民为奴，私设刑场，诛奴命如草芥，生死无人问津。长乐君，我实话告诉你，若非是燕子金，我亦不会放过他。若人人都像你这么想，这世间还要律法做什么？我与长乐君看到的本就是两个世界，就像长乐君看到鱼跃出水，惊鸿一瞥，殊不知这水下你死我活。来，拿好啊。谢谢老板。谢谢，下次再来。好，慢走。姑娘想要什么样的衣裳啊？掌柜的，这里可有上等的衣料？今天刚到的一批新货。来，姑娘看一下，这个可是最时兴的面料，而且啊，款式也是最新的，城中的名门贵女都抢着要呢，中意吗？那仙君只给有钱人看。哦，中意。
钟毅，掌柜的，能否租我半日？我们这儿的衣裳可都是卖的呀。姑娘可是要去见心上人？并非是，是想去帮一个娘子做一件事，去向她赔罪。那好吧，既是赔罪，那就成全姑娘一回。不过请您务必要保管好。嗯，来，给您包好，拿好了。姑娘，我是端午，我怎么都追到这儿来了？并非如此，我是来跟你赔不是的。我今日的确是动了歪心思，我想借红山之名接近你，因为我是燕石商队之人，我有珊瑚珠想要卖给卓宝斋，所以才干了这么蠢笨之事，伤了你的心，当真是对不住。你倒是坦荡，但生意上的事情是我阿耶做主，我不管。你找错人了。不是生意之事，不是生意的事情，也非红山的事情，是冯五娘你，我想帮你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本就天生厄运，不怪你也来骗我。对不住，当真是对不住。端午知道风舞娘心中有郁结，但是端午想说，转运与否不在物而在人，还请冯五娘信我一次，最后一次。仙君，仙君，我这位朋友是潘家九娘子，我是广州宝行远房的堂妹，听闻仙君神机妙算，特意前来求得一算。你求求我，卖了！小娘子眉清目秀，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。我观小娘子额间有煞，命中定有一劫呀。敢问仙君何解？小娘子，神仙言是你克死了你的夫君。
就知道，是我克死了我的夫君。早知活得如此孤独，不如随你一起去了，夫君，可好？莫要太过悲伤，你这夫君，我夫君生前便放心不下我，如今他走了，更是放心不下我。真知道我要来求仙君，自是跟着我一起来了，一同跟来。啊，我的夫君就在你身后啊。如此无礼！我从未婚嫁过，何来的夫君？你不是潘家九娘吗？你为何又知道潘家九娘的消息？我只是个丽人，你不过是知道一些名门贵女的消息，便就到处招摇撞骗。你还为冯五娘拼命，说她克夫，那二人一人坠马，一人病死，与冯五娘何干？你知道她一年饱受了多少流言之苦？你何事为人拼命？简直就是谋财害命！小娘子，我往日拼命纯属胡言，我只是为了赚点钱。您就饶了我吧，啊，您就饶了我吧。别弄脏我衣服，我还得还。把他拿下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六位娘子饶命。招摇撞骗，有辱神明，拿去送官。是是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冯五娘，这般局面你也看到了，祝你日后诸事顺遂，告辞。端午，你的新衣还好吗？凤舞娘不必担忧，新衣没弄脏，我还能还回去。谢谢你。端午怎担得起冯五娘的一句谢谢？是我有错在先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恕端午多嘴，女子不该被他人嘴中的命运所束缚。切记，莫要回头看。遮不住阳光的，从此不必再戴面纱。你还想卖珊瑚珠吗？谢谢阿姨。多谢冯掌柜，多谢冯娘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订单。这个要是卖得好，我再来找你订货。好。端午，你以后就叫我五阿姊吧。嗯。五阿姊。哎。冯掌柜，我们先试的。这是。哈哈，这是我们船上的利人，他签我签都一样。那可不一样，这笔订单是端午跟我谈的。端午，